这场比赛真的彻底改变我的人生，我真的就僵在那个床上一动也不动，自己很遗憾很心痛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逞强。有脚踏车来代替我的双脚，可是我做的是同样的事，我也是在跑步啊，以我这颗心继续跑，代替我的双腿去跑真正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生超级马拉松。超马妈妈永不放弃，邱淑荣的故事与您真情分享。